今天的目标，毕卡索美术馆庞毕度和晚上的罗浮宫。庞毕度跟罗浮宫都开到晚上9点，去毕卡索美术馆买四日的通行票，这4天要好好的逛一下博物馆。我们出发吧 ，Go！巴黎好多这种街角的路都是无色状的。那野餐配风景，我们大学时候读了毕加索的传记，所以蛮喜欢他的画。读欧元的中文导览，想说不需要买。但我怕Vita看不到，所以我主要是给他用的。刚看到一个超像模特那个伸展台的 model 穿的衣服，会是时尚之都。没有遇到。有，每个穿着都像名人。我有像吗？你是台湾来的土包子。又庞毕度的馆，我们现在就在刚刚外面看得到了一个红色馆子里，很有趣的路。哇！我们看，哇，快看到制度了，就是为了上来看这个。我会把上来庞毕度看夕阳列为推荐大家的景点。